大家有没有见过刚出生一天的小柴犬长什么样？来，随着我的镜头让大家看看。首先呢，大家看一下狗妈妈，你看她的品相，笑起来尖尖的大包子脸，而且呢，你看生完宝宝之后肚子还那么大呢。大家猜猜她生几只？来来来来，结果呢，就生了一只。哎，有点失望啊，因为她平常的话都是生个3到4只左右，结果就生了一只小冬苗。你看长得还是非常好看的啊，你看头版非常的饱满，然后你看胸前的白肚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瞧这些家伙还非常的皮啊，因为是小弟弟小公狗的话他就比较调皮一点，你看劲儿还挺大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狗妈妈呢也是母性非常的好，你看开始给幼犬排尿排便。哎呀，可别小瞧这一只小家伙啊，成年之后会特别的好看，因为狗妈妈基因在这放着。你瞧这小家伙哼哼唧哼哼唧唧的，奶萌奶萌的哈，非常的可爱。有喜欢小柴犬的可以关注我，你看狗妈妈也是开心的合不拢嘴哈，母子平安。行了行了，咱就不打扰他们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说到这儿。